好，嗱，我依家回應一個問題就係話咩咧？就係、是、如果個人個心都未信，而佢宣告會唔會好似口不對心，即、就、係、是、好似虛假咁樣樣？咁我自己都話最重要係個心嘅改變。宣告其實咧唔係必須嘅，宣告只係一種方式，幫助我哋相信。即係話點樣咧？嗱，我而家好想相信神愛緊我。我怎麼相信呢？我用口的說出來，耶穌現在愛我，耶穌現在跟我一起看著我，現在聖經說祂看著我，祂按在我身上，所以我現在知道祂愛我，即是我是說出來以致我相信這句說話。所以開頭的時候未是那麼相信的，不過我說一下會越相信，但是呢就不是好像唸口簧，即是明白心其實不過牧師叫就做啦，即係其實都唔信嘅，即係不過試下做做啦，係啦，耶穌愛緊我，耶穌愛緊我，耶穌愛緊我，耶穌愛緊，即係唔係想你哋咁樣做法，而係你嘗試說服你嘅心去相信聖經講咗嘅事實。其實基本上我所講嘅所有教導都係聖經有講嘅，不過我唔係用聖經嘅字眼，我用一個普通人能夠明白嘅字眼。耶穌喺我前後環繞我，圍住我，又按手祝福我，耶穌又想念我，耶穌又關心我，耶穌啦。定義祝福我的生命有奇妙計劃，即是我將那些經文呢口語化了去講出來。而那個相信過程呢，我可以說是有程度的，因為我自己經歷過。怎麼經歷過呢？我相信了很久了，耶穌幫我，耶穌會給回我，相信了很久了。不過當有些人去講攻擊的說話，有些不好的說話背後講，而我聽回的時候，有時不是一個人講翻，是幾個人講翻嘅時候，咁咧而我去處理嘅時候，對方又拒絕處理嘅時候，咁我嘅心裏面咧都有諗嘅神啊，哇點解會咁樣嘅咧？咁我又唔係話神唔好喎，我而係會覺得好唔舒服，個心仲係壓住壓住，咁我點咧？我一路宣告，神你一定俾翻我嘅，人唔能夠攔阻你嘅工作，神一定會祝福，神一定會有計劃嘅。咁我一路去幫自己。由少嗱，凡有攻擊咧，我哋第一個反應通常個信心係低嘅，即係你唔會話一攻擊完即刻啊神好愛緊我，唔會嘅，即係好少人係咁樣樣嘅，多數個信心係落到好低嘅，然後即刻開始宣告啦，聖經話佢一定愛緊我，一定陪伴緊我，耶穌一定愛緊我，咁耶穌，咁我嘅宣告咧，我刷緊牙宣告，沖涼宣告，行路宣告，一路耶穌愛緊我，多謝天父。我一祈禱咧，神好中意啊！感謝耶穌，耶穌好中意啊！即係呢個互動嘅禱告同埋恩典嘅禱告。咁一路到我相信，好啦，但係到半夜醒咧，可能又會諗埋啲唔好嘢嘅咯喎，都係好翳住喎。咁我又去翻耶穌係愛緊我嘅，耶穌中意我，多謝耶穌啊！你都日有喜樂，即係耶穌同緊我一齊，一祈都有喜樂，即係耶穌同緊我一齊。即係一路宣告到嗰樣嘢入曬心啊！我而發覺咧，有時都需要幾長嘅時間入曬心，即係尤其有個人咧係刻意。破壞咧，刻意做一啲唔好嘅嘢，個心裏面咧會覺得唔公平啦，冤枉啦，有冤無路訴啦，即係會諗埋呢啲咁樣嘅嘢嘅。咁但係呢啲嘢我都要清理，點解咧？佢唔好，我點解要覺得委屈咧？佢唔好係佢嘅問題，我唔使覺得委屈。咁於是咧，我就一路相信同埋宣告到真係會得，真係會得。咁有時。經過一個時間，又會有一個新的啟發。忽然間，做咩咁樣諗咧？其實越多咁樣諗，神愛緊我，我一祈禱咧，神係歡喜緊嘅。我經歷喜樂平安，即係神歡喜緊咧。咁呢個係會加添我哋嘅信心，即係我用好多方法加添信心嘅。譬如聖經講到呢個腓立比書2:13都係我成日記住嘅經文，因為你們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們心裏運行，為要成就他的美意。我會立心咁樣處理，係神運行。我又真係去處理，即係神運行。即其實我未處理，神已經感動我處理啦。然後咧，我又做，神就提我去做啦，又俾力量我去做啦。然後我做嗰時，佢又加力俾我哋，即係由頭到尾都係佢做嘅。咁於是我話係神感動我去做，神啊，我一做嗰時，神就歡喜，佢又加力量俾我，一路提升，一路提升緊啦。咁就係神一路由頭到尾，神都係創始成終嘅耶穌嘅，為我哋信心創始成終。咁我就會一路咧幫到自己去到一個位啦。我真係相信輕鬆。嗱，我發覺輕鬆咧，真係好多程度嘅。有時有啲人話：我要輕鬆，輕鬆，好用力輕鬆嘅，輕鬆唔到㗎。輕鬆係點啊？
一定係轉和喺神嘅，所以一定係發我嗰、那個教導發揚神屬性查經法同埋廣東法，係神照顧一切，所以我輕鬆。係神照顧一切，唔係我夠輕鬆。神照顧，所以我輕鬆，所以我可以放手，可以輕省，我可以唔使擔心，可以冇煩惱咁樣。一路到到自己鬆咧，我發覺唔容易嘅，因為其實我有多年咧受父母，其實即係後母嗰陣時細嗰陣時嘅為主啦，嘅鬧同埋打啦，後來侍奉有啲人嘅壓力啦，亦都有另外嘅人嘅壓力啦，就令到我有一個不良嘅不自覺嘅習慣，就係、是、做緊一啲唔使諗嘢嘅嘢嘅嘢，譬如洗碗啦，自己會驚喎，喺裡面自己驚出嚟壓出嚟。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試過，唔知點解谷住嘅，冇原因，唔係有嘢發生緊，谷住咗喺度。咁我又點樣咧？耶穌愛緊我，我而家做緊神都喜悅嘅，我而家愛緊神，神係一路同緊我一齊。感謝耶穌，哈利路亞！好啦，鬆啲咯喎，啊第二日又嚟過。即一路做好多次，做到咧，真係話我可以完全輕鬆。所以我祈禱嗰時追求耶穌啊，你愛緊我，多謝耶穌，我可以放鬆，我可以全心委身侍奉神，唔使俾啲人影響。耶穌喜悅我所做嘅，多謝天父，哈利路亞。總之我依靠你就得噶啦，咁樣即一路幫自己去到一個好鬆嘅位啊。因為耶穌話咗，勞苦擔重擔嘅人可以到去嗰度叫我得安息。咁呢個我唔知道有冇答到你嘅問題。這個係即係由不信到未信。到一路小信、中信、大信、堅強信、困難中都信，咁一路咁提升去到嗰個位，就唔係話好似谷自己，唔係谷自己，係說服自己。聖經講嘅係啱嘅，而喺個祈禱中得嚟呢、這個祈禱中得嚟都唔係好多人做到，因為點解咧？佢靠啊靠啊，神啊，我就我啲煩惱都仲係煩惱嘅，快啲攞走啦！唔該你，求你攞走啦，仲係有喎，咁佢就會埋怨噶啦。我其實我都冇，都係咁煩惱嘅咁。佢唔明白最緊要嘅，所以耶穌叫嗰啲人唔好煩惱。佢唔係就係話你唔好煩惱。佢天父已經你睇啲麻雀，佢都照顧。咁何況係你哋，即係講天父嘅屬性同埋照顧嚟到推動佢。你未求先，天父已經知道用神嘅屬性咧係最安全嘅。但係好多人咧就強調信心講咩咧？嗱，你要堅信啊，唔好懷疑啊，唔好擔心，唔好諗埋啲唔好嘢，成日諗住神。會幫你嘅，你要加強信心，有信心宣告，有信心一定會成就嗱，咁就變咗係我做，咁我就會強調係我相信神做緊，所以我可以放心。係啊，你個數算神恩典非常好嘅，咁我自己都由早到晚數算嘅，感謝神，我有手有腳，哈利路亞，我有眼，哈利路亞，有口可以常都食物，可以講嘢，可以唱歌，哈利路亞，食嗰啲嘢真係好食，感謝主，即係乜嘢都感謝神。有太太同我一齊，有班咁好嘅弟兄姊妹，感謝耶穌，多謝耶穌。嗰班弟兄姊妹都得幫助，哈利路亞，感謝耶穌。即係樣樣都感謝神咧，個人就輕鬆啦。我見到啲靚嘅都常啦，成日都去數算，咁樣咧個人咧就會即係全部都係正面入正面嘢，基本上入正面嘢，垃圾就唔好入正面嘢入。OK， 嗱，即係先咧，我即係問個姊妹啦，而家因為涉落，我唔講名啦。你問佢點樣由以前煩惱轉咗做，而家開始會處理呢？其實有啲人嗱，佢嘅情況就係話，佢去到個谷底，覺得好慘好慘好慘，哎呀點算啦？咁啊，聽到我哋講得多，去數算神嘅恩典啦，唔好食垃圾啦，諗住神嘅愛啦，一路宣告神嘅愛啦，佢開始做就發覺有幫助，係咪？嗱，呢個就係有時去到谷底，有啲人唔係個個都要去谷底㗎，唔使個個都要去谷底，即係明白咗原來人性咧。就是容易煩惱的，即明白了這件事，這個這麼簡單的原則，因為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人人都是一樣，即沒有例外的，個個都會有煩惱，沒有一個人是沒有煩惱。我明白了，我知道了，我接納了，這個很重要的，就不要說我今天又煩過了，那就是不接納了，我接納，我都是人而已，我今天煩什麼出奇，我會煩，不過我就開始改它，我不會接受我繼續是煩，我會開始改它，這個就是德性的個源頭，就是我相信我都是一個罪人，但是我一開始處理神就歡喜了，我些少改善神已經喜歡了，神又欣賞了，神又欣又賞賜了，又加力了，這樣的時候呢，我們就會在困難中站得穩。好了，德性一次就記住了，下次就不要了，譬如今次跌到頭崩眼裂了才開掹住神，下次就冇啦。稍微啲咁多跌咧，就已經即刻爬翻起身啦。
呢、这個就係嗰個德性嘅來源。嗱，呢個處理內心都要處理人喎。嗱，嗰個人同佢相處點樣咧？有啲人我哋係需要真係佢講乜嘢放手，有啲人咧係需要同佢傾，需要同佢化解。有啲人需要愛，其實個個都需要愛，去慢慢感化佢。有啲人係愛極都唔改變，有啲人你做極都唔改變，咁我哋就接受，即係話。處理是另一回事，內心是一回事，處理內心一定要處理內心才能夠處理人的。好，謝先你講一個情況，就是說好了，個仔不聽話，個仔不聽話，那就不聽話，哎，好猛，好激氣，我相信人都有的。我的侍奉就哎呀，為什麼做極都是這樣的，人都不聽話的，哎呀，勸了很多次了，帶領了很多次，祈禱很多次都是這樣的，那我們就會很灰心了。咁呢個咧，凡係呢啲咁嘅情況，無論咩情況，嗱呢個一個情況啦，第時又有第二種情況噶啦，俾人話啊唔公平啊，乜乜都有噶啦，好多好多情況。每一情況第一樣要做嘅分辨發生緊咩事。嗱，譬如呢個情況就係發生緊個仔咧，本身係一定有啲唔聽話嘅質素，佢一定有。而我本身咧又好想佢快啲好，咁越想佢好，佢越唔想好。越抗拒，於是我就越猛。我分析到呢樣嘢啦。好啦，咁點改變呢？佢啊越係唔想改，我越係要掹佢改。我越掹佢越走，阿崩叫狗越叫越走，越叫佢越走，越唔聽話。咁於是我可以做乜呢？咁咧有個思想方式，有啲書都講啊 ，lateral thinking，LATERAL， 就用另一個角度嘅諗法。嗱，譬如話。這個有縫牆，但是過幾都過不到，有很多方法，這裡兜個圈就過到了，有時有些方法是這樣的，兜個圈，有時爬上縫牆過，即我意思是他那個思想模式是說，不要用一向你用開的方式，你試下第二種思想模式，既然他成日都不肯改，我越勸他就越不改，那我有什麼可能性呢？那你可以看書參考一下，問問人，那可能的。可能愛佢多啲，欣賞啊！佢有啲咁多好，阿仔你真係乖喎！你有啲嘢做，我真係好欣賞你噶。你好聰明，你有啲咩好？可能讚佢幾句咧，佢忽然間好好多喎。或者請佢食嘢，啊！你今日生日，我請你食嘢，我好開心有呢個仔咁。可能佢都唔係好信喎。咁你話可能你覺得唔係好信，不過我真係咧，我都自己覺得咧，我好多虧欠，我有時都唔好欣賞你。我而家開始覺得你都好好，好乖。我開始咧睇到你嘅好處，所以我開始咧我會改變噶啦，我盡量改變啦。如果改變得唔夠好嘅，你話俾我聽啦。咁佢咧可能會軟化，不過可能都唔理你嘅喎，可能唔理你。不過唔緊要，繼續愛咧，呢個唯一嘅希望啦。即係有一日可能佢會改變，但我知一樣嘢，如果我發生脾氣，個效果一定係相反。每一次發生脾氣，咁所以我一想發脾氣，反而我行出去靜下啦。咁但係我點樣可以靜咧？嗰一陣。當人嚟講一嘢激我嘅時候，我第一樣可以做嘅神啊，我即係習慣啦，我即刻呢一陣我只能夠放手，我行開行下啦，去讚美神啦，即係我留意到，留意啊，都係一個好重要嘅處理生命好重要一樣係留意。我留意到我開始想猛啦，我想鬧人啦，咁我咧就放手啦，咁我就去數算神嘅恩典啦，然後我就問神，你都可以諗定啦，好似佢咁嘅情況，我點做咧？有時交翻個波俾佢，好啦，聽日你考試。嗱，咁你自己決定咯喎。嗱，你考試之後點樣情況，你就自己決定咯。嗱，如果你聽日考試考好啦，我會送一個禮物俾你。不過考得唔好咧，就冇噶啦。咁嗱，你自己負責啦。好啦，拜拜啦。嗱，你自己搞掂啦。咁啊，即係可能有時有啲人咧，可能咁樣樣又會一個方法，即係將個責任交翻俾佢。咁呢個係冇定案嘅。譬如幫一個人都係冇定案，點嘅方法有？我想分享下啦。咁都有幾次咧，都有幾次。咁俾人激完啦，激完咁啊，避免衝突咯喎，咁啊，即係講佢點講咧都停唔到佢把口，跟住咧我就自己入咗房，但係狂指住個十字架咧，狂將啲怒氣咧發泄喺耶穌度喎，嚇我話你睇唔睇到㗎？你究竟知唔知道㗎？雖然你愛我。不過你教我點做啦，即係我有陣時又會咁樣，即係但係我自己都會 feel guilty 之後。OK， 咁你覺得呢個方法你可以點樣？你會 feel guilty， 你點樣用一個方法唔 feel guilty 啊？嗱，呢一陣我交翻個波俾佢，即係
即係有咩方法？其實正唔正確先？嗱，你會 feel guilty， 咁你覺得正唔正確？你會 feel guilty， 你為乜嘢 feel guilty 咧？就算係自己嘅爸爸好親嘅，都唔應該無厘頭咁，佢已經即係為我哋釘十架點點點，咁但係仲要佢受埋曬啲嘢，咁但係咧我又第二日啦，即係瞓醒之後咧，我又會諗到一樣嘢咯。主耶穌，你話你嘅我哋唔可以有重擔啊！你嘅轭係輕省嘅，你係啊，我哋當負你嘅轭啊嘛。但係都未釋放到自己嗰種好似太過分啊，鬧得。哦，鬧得太過分。係啊。覺得鬧得太過分，可以點樣處理呢？就係唔知咯。其實我都講過赦罪啦，神嘅赦罪好似乜嘢啊？你記唔記得我講過啊？好似乜嘢啊？神嘅赦罪好似我成日用個比喻啊，奉牆嗰度咧有個燈掣啦，大家記唔記得啊？啪！佢就一定會開燈嘅個燈掣。你一悔改，神就一定點啊？但係成日都利用咗呢樣嘢咁樣。神有冇話介意你？你已經求赦免一萬次啦，我唔會再赦免你噶啦，係一萬次嘅啫，頂籠就一萬次，一萬零一次就冇噶啦。神會唔會咁樣咧？但係明知喎，明知自己都唔安樂嘅，點解係都要鬧？嗱，兩樣嘢嚟嘅，一個咧就係點樣釋放呢個罪疚感，第二就係當你發嬲嗰陣時點樣處理，兩樣嘢。我而家去咗內疚感先。我內疚感個問題，我就問，就係話，當我哋犯咗好多次罪嘅時候，我哋可以點樣說服自己去相信耶穌真係會赦免我哋咧？咁佢嘅屬性就係無限恩典。係啦，佢屬性無限恩典，同埋佢應承咗一定會永續。神冇話到你們若認自己罪，我就洗淨你的罪一萬次喎，佢係無限量啊嘛，所以你一相信耶穌一定赦免我罪，多謝天父，即真係好到不得了，你真係會赦免我嘅，你真係好到不得了，咁樣數算佢嗰樣恩典你就會相信啦。但係咧有兩種嘅講法咯，我都問過人，有一種咧話其實好好喎，你咁樣即係第一手你就同耶穌係咁發泄，你唔係發喺人嗰度。嗯哼，其實是很好的喎，點解你會覺得不好啊？嗰、那個心理上，嗱，依家去翻嗰個位啦，呢、這個位咧就係話你想發泄嗰陣時點樣做法？我而家去內疚嗰個位先，講完內疚先，點樣處理內疚？第一個經文又話故意犯嘅罪咧，就冇。我唔記得好長。希伯來書第六章同十章都有講到呢樣嘢嘅。係啦，如果係故意犯咧，就因為明知都仲去犯，贖罪嘅祭，係啦，就不再沒有。係啦，咁呢樣嘢點樣去 ？OK， 嗱，嗰個經文咧，實際上係有困難，但係個經文其中有講到係乜嘢咧？就係有講到咧，褻瀆聖靈嘅。咁有可能咧，就講到人褻瀆聖靈，以致佢唔得救。但係我都會咁話，我哋唔好故意犯罪。我哋唔好故意犯罪，不過真係犯咗罪咧，呢、這個咧喺約翰一書第二章有講嘅。小子們啊，我寫啲説話咧係叫你唔好犯罪。不過有人犯罪咧，喺父那裏有位中保就係咧義者耶穌基督，佢為我哋罪已經作了挽回祭。就係咧，我係叫你唔好犯罪。不過你真係犯咗罪咧，咁有一次有個人同我解釋呢個非常好嘅，佢好簡單解釋，佢話咧。神係想我哋唔好犯罪，不過真係你犯咗罪，即係話神都知道你會犯咗罪。咁咧喺我哋神嗰度咧，就有一位義者耶穌係我哋嘅中保，為我哋贖罪。即係話個人仍然會想悔改，耶穌想赦免佢，仍然未係犯咗呢個罪。如果佢真係犯咗呢個罪，不得赦免咧，佢係會唔想悔改嘅。咁呢個係即係個心已經剛硬或者係褻瀆聖靈。咁我哋嚟講，因為根據聖經所講嘅《約翰福音》十六章八節，就係保惠師嚟到係叫我哋為罪為義為審判自己責備自己，即係人仍然會自己責備自己，想耶穌赦免。哥林多前書十二章三節，
如果不是聖靈的感動，沒人能稱耶穌為主。他仍然會知罪，會悔改，想耶穌赦免，稱耶穌為主，他仍然是沒有失去救恩。但是我們不要隨意犯罪，這個的而且確我們不要犯罪，但是呢犯了的時候唯一可以做什麼呢？就真的去悔改，這個唯一做法。就不是說可能都是神赦免我，都是不得救的了。有些人真的這樣想的，那他就會可以沉淪，就是他的錯誤的誤解，即是聖靈有感動他，你悔改他硬是不肯相信。我呢都其實每個人都能有一次半次呢都會有試過埋怨神，是啊，即是會為什麼你給這樣的東西給那些苦難呢，但是你每次埋怨完呢你最後又是從神得力，即是你覺得很得意，是啊，即是你埋怨完但是 你最後都是從神得力，那其實你那刻已經你的 guilty 感已經沒有了、okay. 我覺得是、這個是一個方法之一，即是神都是赦免緊我，幫緊我，所以我會輕鬆翻，即是我們根據我們經歷來說神是做緊事，愛緊我，接納我、okay. 我即是說是關於赦罪那裡，我希望大家無條件相信聖經話的憂傷痛悔心轉變不輕看，我一悔改神一定赦免的，但是人是可以失去救恩，不過如果我仲係悔改咧，我都未失去救恩，我就繼續悔改咧，我就唔好。即係有啲人真係咁話嘅，以前有個人嚟我哋得幫助，佢成日都話我犯咗四到四年嘅罪，我唔得救噶啦。咁我同佢講咗好多次，佢硬係好難相信呢樣嘢。咁但係呢樣嘢唔會有益處噶嘛。的而且確好多人係曾經會對神講啲好唔好嘅説話。咁我唔能夠話佢哋個個都能夠得救，不過我們能夠做的就是我們繼續悔改，而真的那個人又會悔改又會知罪，還有他求主赦免又鬆了，即是說神都是釋放他，即是神沒有去離棄他。好了，至於講到是不是發怒氣，向神發怒是一個好的方法，那我就會說永遠不是的，沒理由你明明這麼愛你一個你就罵他，罵完之後你才後悔，反而我們找為什麼我發怒，為什麼我怒，我怒因為那個人傷害我，那個人傷害我跟神有什麼關係，難道神要碾死他嘛，他不罵我嗎？即人總會罵人，所以我接納人是會罵人，所以我就不介意，那我下一次呢當他罵完我，我就說神啊，我可以這樣，我們向神去求助就可以，神啊我現在很苦啊，我很重啊，我很不開心，你幫我釋放啦，就可以，但不要說神啊你真是壞啊，為什麼你不理我呢，那這個就不好的。我又不是這樣，你看不看到的，你是不是公義的，這個也有個含義，這個有個含義就是你不公義即是你看不到，即是 你看不到，那這個呢最好就不用這個方法，而是說神啊我真的是一個困境，求你去憐憫我，這個可以的，那你也都說神啊你幫我看透這件事，於是我能夠放鬆，能夠放手，不被他影響，我可以呢輕輕鬆鬆做人、他不好我沒有吃垃圾，即是這一點是很重要的，明明他不好了做乜仲要諗呢，咪由得佢囉，佢唔好唔會害到我嘅，佢攞唔走神嘅恩典嘅，神會俾返我嘅，所以神又幫助我們，誰能敵擋我們呢，記實呢個金句，神又幫助我們，誰能敵擋我們呢，又話有耶和華幫助我，我必不懼怕，人能把我怎麼樣呢，神係會有幫我嘅，即係有啲金句呢練咗佢，咩練咗佢呢，成日都深信，咁你就唔會唔受影響啦。OK， 仲有冇想講嘅添啊？還有我想說，因為你經常初頭你講什麼神的愛我，經常神會幫助我，其實很難講的，我們都講不出口，好像罵講這些東西，其實我們教會很少講這些東西，即是說神很愛我很少講，但你不講話你就做不到，是就不約的，即沒有效， 我覺得一定要講出聲，我自己來講一定要講出聲，咁我可以俾人周以釋放自己，你唔講出聲唔得㗎，要咁就唔約到㗎啦，我一定要講出聲，我初頭都好掙扎，好難講，好怪講神好愛我，耶穌愛我，好難講出嚟，我而家講出嚟，即係一定要講，而家慣咗啦，慣咗得，一年前我唔得，你好，我初嚟我聽你講咧，好難講，點講出口？咁你都好啊，有啲人控訴我啊，試過有人控訴我。你真係肉麻，你講到你愛耶穌愛到佢，都冇人咁講嘅，全部都唔係真係有人咁同我講啊，係咯，有個教會啊，公開佢喺度講啊，不過有第二個人幾身，聖經話盡心盡性盡意盡愛主你嘅神嘅喎，點會愛到肉麻嘅？點會即係你盡心盡性愛神啊嘛？佢係我哋嘅新郎喎，點解會點解唔係即係愛到愛到盡咧？即係你係比較咩啊 ？close 嚟講，呢個嘢好 close。但神愛我哋愛到窒到。
佢嘅意思即係你愛任何嘢多過佢，或者愛嗰個嘢超過一個應該嘅限個程度啊，咁神就會窒到咯，即係嗰種嘅意思啊，唔係好似有啲女仔見真個男朋友望一望個第二個女仔，即刻就發曬脾氣嗰種啦，就唔係嗰種。即係你講唔係理論嗰邊喎，係好實好實際啦。我哋通常喺教會聽好多理論嘅，阿神愛，即係唔係我哋咁講。係啊。同埋你諗咧，就係耶穌會喺幾個男人面前問彼得：你愛我比這些更深吻？即係你會諗啊，喺幾個男人面前問你愛我，即係你想象一個男人對另一個男人，你愛比這些更深吻？即係佢中國人咧難講啲啦，好難講的。愛國人就難，係啦係啦，都唔係嘅，好多人都好難嘅。而家敏感啫我諗喺阿媽面前我愛佢都難啦，冇喺個男人面前。家人都難。对即係多數人咧，中意媽咪仲易過中意阿爸嘅，但係都唔講嘅，即係個中意唔代表佢肯講啊。係啊，即係如果你由表達嗰度，你唔習慣嘅，好似肉麻，你咪有啲輕輕啲嘅字眼，你接受到啲字眼。係啊，即係有個人敢講先咯，佢敢講先咯，我覺得佢敢講先咯，做個妥協。我唔係淨係敢講啊。我係因為我已經欣賞神到嗰個程度咧，中意神嗰個程度咧，根本我係唔講唔得。即係我好自然就會講，我令敬拜就好自然就會咁樣講嘅啦。呢個係即係個心好中意神，因為我見出乜嘢我都中意神，我見到乜嘢我都諗到神嘅。就算你眼鏡，我都會諗到神，因為神就做玻璃啲沙嘅質地，沙嘅質地要做眼鏡，所以我哋人有眼鏡戴。如果唔係冇眼鏡咧，你個個都蒙查查，咁我都會睇到神嘅愛嘅喎。我諗咧，其實如果話我哋慣。其實你諗下，如果同小朋友講咧，你覺得係容易，其實係個習慣嚟嘅啫嘛。係啊，係習慣一種嘅。係啦，如果你同其實你如果你可以同小朋友講，你實際上你其實你係講到嘅，係你想唔想同佢？好啦，咁希望大家能夠應用呢啲教導喺實際同自己相處同埋人嘅問題同埋困難同埋將來受逼迫嘅時候，因為我哋留翻啲時間分享，可以停咗呢個先。